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。今天呢，我们人来到了福音科大附近，来这边巡台。然后我们来这边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，全世界最大的樱桃，大家绝对没有看过那么大的。苹果。但是苹果还是樱桃？苹果，青苹果。青苹果，青苹果，苹果，樱桃。它的须须有点长。哎呀，反正我就是先把它全部拿掉了，因为它保价没有到很高啦，280。蛮可爱。就先棒棒糖。过。很你再给我，这样是不是都挡好挡满了？你有看到他的须须一只脚已经跑出来了吗？对啊，可以出了感觉。可以可以，他这个甩幅厉害哦。来，我们的樱桃来了，樱桃，哇，须须太长。樱桃，这个造型真的是够追呢。来了。想搬也搬不了，这是。这边它真的可以搬。我直接吃它了，直接吃它好了。这样。再来再来。好了，这样也好，这样也好，下去一点。有了。哦。它凶哦。它怎么还回去啊？有了有了。不行啊。它捏好像不太行。樱桃没有那么简单的。我就不相信，来了，走回来了，走回来了，放进去，放哪里？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一次，过几盖，来了，走回来了，放进去，出来了，出。它全部好像不会出啊！哇哦！哇哦，这个这颗樱桃好厉害啊！旋转，不行啊！捏宝呢？捏中段。捏到中段了，这样哦、喔。不行，它好像要插到底。安呢？不行，它只能包。来了。哇！没辙。我先。它怎么合着回来？没有啊，还没饱啊。快饱啊！来了，爸爸。打了，差点出。对啊，不是我打的、啊。来了，包到底，错。来了，包到底，错。没包。所以它滑，它不能包全包啦，它要包一点点就好。它前进了，它要甩翻。这样啊？你不觉得它甩翻可以吗？帅翻哦！你这个太强人所难了吧？真想要压他那一根，但是那就没办法啦。这样过，刚才不是应该要拖吗？有了有了，就这一下。这个被这个苹果给气死。是不是甩？我觉得甩翻就可以了。啊，包丢。可以压吗？我真的很想要压压看。来，弹去后面。如果它没有下线长度的话，有机会。但是有可能我们会小宝。不管了，没关系。好嘞，对个对。马刀。好啊，没关系啊。把它勾起来的那个瞬间吗？短呀。短不起来啦。妈，这，以后台主都这样摆就好了，不用这边摆外面，你就摆这样就好了。短，这样子翻，这样子翻，是吧？要翻得很准，好不好？你以为这么好翻啊？从我一开始跟你说，再翻。来，我们打了全世界最大的樱桃，还有全。这个也还好，应该有这么世界上应该有这么大的苹果，但是绝对没有这么大颗的樱桃。你要说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那个马桶刷，这不是马桶刷，这我们家不是水果啊。好了，我们再去寻其他的。好吧。来，我们就要一直讲话，因为上面有一个喇叭，喇叭它直接插在整个店的正上方。就在那。我跟你讲你想关也关不到，这个要姚明来才关得掉。它好像那个小蛮腰哦。对啊，
出了，谢谢。快点要讲话了。对，在这场要一直讲，不然你不能有一个顿点，有一个顿点的话就会有版权，有版权的话就 GG 了，就 GG 了就对，我们就这样一直就要不然你跟他一起唱啊，不行有版权。北七啊。哎，捏到了。哎呦，啊，不好呢。哎，来了哎！来，就这一些的十块了，没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捏它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倒爪。它可以倒吗？不管了、啊。倒什么倒？摊摊，来，擦它，合起来过。哎。这是啥？保夹。我没保啊。还是卡到那个、啊？好奇怪啊、哦，怎么会卡这个？这个。这么奇葩的角度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都出货了。对，好了，这个小工具箱我用得到，这个很小的工具箱还不错。好了，那我们再去寻其他的。嗯，我们寻到了下一场，这一场非常非常的特别，这场超大。那我们先来看这一台，因为我们看到后面有一台青苔镇，那根有点长，有点屌。想要吗？打回家，哎呦，安妮，太扯了吧这个。哇，怪不得，很轻哎，怪不得保夹没有很高，这样子卡爪。哦，哎，奇怪，对啊，哎，都超轻的啦，它只能靠摸的哎，摸，哎，是空盒吧，呆喽，应该是吧，都里面放一个小小的。对啊，好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看他手掌这样子，你看他那个画面，手掌这样子，喇叭这样子，所以这么大盒里面走这样。嗯，下出来就知道了。哇，放进去。啊，换台。我刚放屁。我本来打回来，结果这个十块钱，二，打到45度掉下来。嗯，啊，没有画面。这个没画面，十块钱打了一个金针。没吧？那这个呢？这个模式会不会一样？好，我们刚刚呢，为什么那一盒会10元出呢？就是这样子，因为它爪子不太一样。刚刚就这样子下去，起来打到45度掉下来。哎，我们来缔造第二次出货。来，第二次的出货画面。哇，我超饱的啦。哇，我超饱的啦。超饱的、欸。出货了、欸，对呀，我们又出了一个金针。哎呀，我再试一下这一个45度角这一个，它叫什么名字我忘了，但是它是偏重的，它甩不起来。哎，它只有左右有甩幅啦，啥鬼？是这样甩。它只有第一次遇到，你看前头是这样。你用那个左右。它左右是这样子有甩幅。哎呀，左右来了。哎呀！哎呦！哦，会不会再次出货呢？这里怎么办？一爪顶着吗？翻呢？它能翻吗？哇！全部被你拿到。对啊。好，再试下一台。来，这一台，这台。哦，这台就优秀了，这台。这台丢的感觉优秀，来喽，一二放，快丢，全包起来放。哦，我这台就真的有水准了，有丢进，卡爪，算了，这台丢感是真的十足。然后这一个刚刚脱钩。这个刚刚十块钱打到45度，所以我们都有稍微补个几十块，所以大概打200内两盒金针。嗯、好，再去寻下一个。会不会输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出来。黏呐、啊，还是打洗衣球最开心。欢乐洗衣球。嗯，哎呦，哇，超薄哎、欸！那个薄的，连我都觉得很扯哎、欸。
哎，可以。来了吗？就这盒了。哈哈。哎，他怎么没有勾出来了？我再试一个最后十块，如果过来的话就完。这样我算过了。还可以，跟刚刚一开始位置差不多。跟刚刚一开始位置差不多。有听到你的心声。这两盒。听到你呐喊的声音。对。过来。哇，你感觉很强。卡住了。推不动是三。为什么推不动啊？勾下来。过，飞过。掉下来，坏了，没办法。原本想说应该可以下来抓前面那个上来补一下位，结果没了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子吧。我们来这边总共就夹这样子吧。然后后续又打两个金正，两个洗衣球。那今天就夹这样子吧。好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